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马，我又回到了青岛。今天早上7点从北京出发，10点半到，差不多3个多小时的火车。刚下车，这是我爸爸帮我找的一个酒店，自我观家山。啊，没文化了。My dad is like my assistant in the UK。我刚跟奶奶通了个话，奶奶说：“哦，我和麦都要过来给你吃个饭。”Hello， 你好。这我吃回的。哇，好久没吃。哦。对吧？哦。是不是能吃吧？能吃吧，给你有一口锅的吧。还要两个肉，要再打锅，小凉菜。对，都想吃。辣吗？我喜欢。啊，要一个，要个这个。好吧。啊，还要什么？够了够了。要不要丝的或者大蒜？要大蒜吗？还要个大蒜。这个饭是我带你吃的，知道吗？刚开始爸爸妈妈他们玩一点不管你的饭，我早上过去吧，我说马克思吃饭没有？妈妈说吃了，我吃的什么？黑鹰的那面包干儿，面包干，我他没有牙齿，他能吃饱了。你小的时候都愿意把排骨汤倒到米饭里？对，嗯，好吃，这个汤还可以再要再加哈。我应该快10年没吃这个。北京没有啊？我反正我没见过。阿四，上次咱们见面的时候没说什么话吧？你确定吗？我们班同学看得可开心了。同学都知道啊。所有朋友看，朋友就夸夸你们。麦兜你忘了没有？麦兜。没忘啊，怎么能忘麦兜？啊。你觉得他考试考得好吗？啊。我跟你讲啊，马四。拍的不好的地方吧，你别全放上。奶奶特别难看，也好看，太美了，好漂亮。你知道好多人看那个视频，他们都哭了。对，我的同学好几个打电话。你想他们吗？妈妈爸爸？我怎么不想？妈妈都说我是他的，叫我妈妈。麦兜，你这次来，上次咱们见面以后，我自己默默地流眼泪，流了好几天。啊！我都感觉吧，哈，忘不了。哥哥长得帅吧？你一共谈了几个朋友了？能不能不要哥哥都告诉我，都发到手机上了。是的。只要好就行了哈。辣椒好吃啊。这是啥辣？这扇贝，啊，你可以随便吃哈，看看这老的海鲜。谢谢奶奶。够了够了够了。够吗？你们也得吃。留给你吃点菜吧。来。哎呀，好吃，也算是个青岛特色吧。对。奶奶，你小时候也吃吗？我小时候吃黄水困难多，65几年那会儿吧，都是吃的不算好。这个东西可能没想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点肉什么的。因为东西，因为就是都进来，应该都是到好多时候应该是7、8年左右才放的。像那个时候，就是外国的朋友也能来青岛，也能来中国了。原来都是不能。那你吃排骨米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说实话，跟你一块儿吃，就是带你吃。我才吃了啊！以前我感觉排骨，那么咱们在家也能做嘛。不过告诉你怎么做了吗？排骨米饭。奶奶，我要问你，你有没有做过排骨米饭？我做过。好做吗？好做。应该再教我一遍，我忘了，我总是忘事儿。你要是下去2年的再来一次，你不一定见到我。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。不像。真不像。刚出局的油。在你眼里，奶奶的什么也好哈、啊。没有不好的地方。给你包个虾。他们都以为你是我的亲孙子。哎。有的时候我跟别人说，对我奶奶中国人，我说啊，那你有中国血统吗？没有。说啊。哎呀，有点饱了。可以吃。好。别剩下啊。马克思，你尝个这个。比方鱼，还有豆腐，青岛豆腐你吃过吗？把排骨吃掉。你吃一个。哥，英国有没有珍珠奶茶？珍珠有啊，
就巨贵。一会你们爷爷买一杯给我们。北京好像14块钱一杯，然后英国就是更贵。这票来了就好了哈。他来的时候还说我不喜欢你，你是马克思的奶奶，不是我的奶奶。睡完觉了，奶奶我喜欢你。我说奶奶也喜欢你。我爸经常讲的故事就是，你第一次见到弟弟，然后你问他更喜欢马克思还是更喜欢弟弟，然后我爸说都喜欢。你说不是？对，我不让他们不喜欢你。如果队友来的话，我没事儿过来交流，我的意思。那我们说个英语。How are you？ 哎，我不是和你说见麦麦兜，你们用英文对话吗？我们刚吃完饭，现在我在爬山回家。I think I'm going the wrong way. It's quite pretty. 看看，今天我吃的排骨米饭。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跟奶奶出去溜达，然后我们每次都会在香港花园那边吃一家排骨米饭。 It's one of my favorite meals from my childhood。 也看到了麦兜，麦兜是我小时候去奶奶家的时候我们以前就在一起玩，他现在都长大了，他现在是唱歌 like opera singing。 So congratulations 麦兜。 It's actually really beautiful where I'm staying. I would never have found it by myself. 今天的视频我就拍到这里了，我快没电了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留个评论，拜拜。哥哥，我告诉你，小的时候啊，那哎，一个大木桶洗澡，怎么哄你不出来？就告诉你，赶快出来，有个虫子啊，哇就叫我抱起来。So we're sitting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, and up ahead. 下来弄一下，I can't get out.